咱妈流不流口水？你个倒是下锅这里。乖，乖啊，人买回来了。买来了吧？啊，你看怎么样，乖乖？啊，看着蛮好的。昨天晚上呢，看人家做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糯米肠，感觉很好吃。今天呢，我也来做个尝尝。乖，妈不黑就帮你打人啊。行啊，妈。我先把肉给洗一下。老妈买这块肉真不错，有肥有瘦的。先把这个肉皮呢给剔一下。拽着就可修不得。OK， 行了，好了。把上面这些筋膜呢也给剔下来，要不然待会的话嚼不碎。好的，妈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告诉我，我做给你吃哈。网上看到什么好吃的呀，就直接跟我说就好了。你看我这么胖了，走路都拽不动了，现在终于好了，动。你要不胖都难。现在呢，我们开始调肉馅，肉倒进去，来点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。来，把这些调料瓶呢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再把这个葱姜料水呢，少量多次的加入到肉馅里面。哎，你先，慢慢来，要使劲抓哈，把那个味道给抓进去。听见了吗？哎，对。啊，几个五嘞。现在肉呢已经搅成这种黏糊的状态了，放上大概一斤的糯米，这是提前泡发好的，再来点什锦玉米粒。继续给它抓拌均匀。哎呀，这样好漂亮呀！哇，有那么点感觉了。那你看怎么样？好看吧？好看。嗯，乖。香不香？就香。就加了糯米之后，感觉味道更香了。来，往里塞，使劲塞。不会就难了。出来了，哎，出来了。哎呀，真好！哎呀，真好！大概七分满就可以了。有没有的？哎，这么快啊！哎呀呀，还挺好的，还挺好的。刚才这一段呢，灌得很成功，我们再继续灌。来，这样就很好。嗯，对，很好。待会我们上锅蒸，蒸完就能吃了。今天晚上不用做晚饭了。期待，好，期待哈。哎，好了。嗯，又好了。好了。妈，我感觉俺娘俩配合的还蛮好的，是不是？我找个什么同俺娘俩去看看您。啊，对，我到时候开个小吃店，我负责大厨。哦，大下脚，大下脚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有多长，看几根多长。来，看看。哎，好，你看看，够够。嗯，可不可？可不可？大概呢，我看了有大概四五米差不多。嗯，几根够长。盘一下。肠上面呢，给它扎点孔，好排气。扎的时候呢，也不要扎太密。再把这个糯米肠呢，给它分段打结，扣一下就好了。OK。妈哎，我感觉做美食真的很治愈，很放松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阿妈就谁不大方，现在想没事来就煮点美食。跟爱好不同吧。像我的话，其实没事的话就喜欢捣鼓这些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很好玩了。老弟，哎，老弟，我弄糯米肠给你吃。哦，糯米肠。对，那没吃过，还没吃过，一会儿就能吃到了。帮你烧啊！啊，行啊，老弟。老弟每次都不来，帮忙烧火。火鸟黄烧火。行啊，老弟。黄烧。哎呀。晚饭没吃吧？晚啊！啊，来，还没呢，正好。来吃我们这个糯米肠。就来吃就。就来吃的。快，没有了，结束了。哎呀，忙了一下午，终于好了，添点水可以正常了。好，我们可以上锅蒸了。哎呀，真长呀。好，差不多了。一
一锅满满的。好，给它蒸个50分钟就好了。还剩了好多，给它放蒸锅里蒸吧。好嘞。当当当当，糯米肠蒸好了，哇，满满一大锅。幸福了。老弟，你看哦，我们蒸好之后圆滚滚、胖嘟嘟的，肯定很好吃。来，可以装盘了。在外面，如果一根卖3块钱的话，我这一锅能卖很多钱了。再来一根。哎呦喂，哎呦，快装不下了。老弟，开饭。来，老弟，先来尝大肉肠。哎呦，吃糯米肠。叫糯米肠，糯米肠。哦，来，让妈流不流口水？你个，到时候下锅这里。来来，尝尝来一个哈，看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哈？我也来一个。嗯，哎，好吃。好吃。哎呀，比那个真的这里刮肉的要好吃很着嘞，是吗？真好吃，好吃吧？一定不腻人。不腻人哈。嗯。你不光是胡萝卜。对，胡萝卜还有玉米。你知道为什么软软的吗，老弟？嗯。里面放米了。嗯。放糯米的。啊，所以它软软的。你没吃过一个？没吃过。一个人也要看得懂。来，老妈，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啊！啊，你给我吃的哩。再来一个啊！对，多吃点。真的好香好香呀，大家到时候可以蒸笼放下来做一下试试。嗯，非常整齐。皮蛋，来来来，给你尝尝我这糯米肠。来，给你尝尝，来，来尝尝，好不好吃？哎呦呦呦，老弟一直跟我说很合他胃口，做的呢鲜味正好。来，老弟再来一个。哦，我跟你说哈，老弟有时候那会作假。哎呀，真是老弟。